来藏来是客家话中我回来的意思。身为一个客家人，回到花莲就像是回到自己的家。不过这一次，我想透过不一样的方式记录在这片土地上的客家生活。从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表姐，目前在玉里高中担任实习老师。他愿意就把这些礼服都把它卖出去，那卖出去大家越来越知道有这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说什么，人多会怎样？口杂，所以这事就泄露出去了。当初我那时候本来也是有想说要留在台北啊，那。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很多记忆都是在玉里这个地方，对，因为在玉里的话你才可以到处跑嘛，毕竟乡下。那后来自己想说，在台北这都市教念书这么久了，那或许我可以回来花莲这个地方，就是来帮忙这边的学生啊，可以告诉他们一些都市的一些生活经验。那也希望就是这边的孩子呢，以后如果到了台北啊，或是到了其他城市，也可以对他们有点帮助。所以就是我后来为什么会回来这里教书的原因。买菜是母亲每日的重要行程。小时候时常跟妈妈到菜市场的我，今天也不例外。黄大姐，哎，今日一个种的嘿哦，嘿啊，含菜啦，含菜啦吼，嘿啦。它这个呢，就是制作这个做梅干菜的客家的梅干菜，把这个酸菜呢晒得很干很干之后，把它打结起来，然后把它可以储藏，可以用很久。那以前的农家，你知道那个环境哦，大家都比较刻苦，所以呢，制作这些菜肴呢，就可以吃得长长久久。这里是古爸爸和黄妈妈的菜园，在这里。他们栽种新鲜的芥菜。哎，你安东吗？哎，太菜算太菜，我怎么讲？啊，你学法讲吗？芥菜。芥菜嘿哦。我等是讲芥菜，要等你讲太菜嘿。哦，芥菜、太菜，拢会得讲了哈。对啊。哦，都安尼讲哈。系啊。哦，来看看，我照下。按太条哦。要较黄个都。较黄黄哈。都。哦，往下来哦。啊。青椒磨丝了，倒的了，哦，细细个，连磨的啦吼，都不要了，嘿，棒棒的剁得嘿。曝晒是制作咸菜的第一步骤，将晒好的芥菜进行加工。我给吃个，我给顾先生。那我们是视察。都安尼，都一层菜一层染，都安尼，都安尼，无染，无染水。这是我们的制作方式了哦。系啊，你啊，都一层染，都安尼，如今啊。一层盐巴，然后揉一揉。系啊。再放盐巴，系啊。系啊，都安尼，全部啊都安尼。你安尼就熟了吼。啊，冰下去，扎扎啦，啊，将大量嘢将佮放过，都冻了呢。就是揉了差不多都冰个桶的底杯吼，底杯咱搁拢杀着杀安尼。嘿啦，啊杀起出米的吼，咱搁该种的啦。
通常这样，十十十差不多几多几几多？两日两三日啊。两三日。一层菜，一层染珠印度。一层菜，一层染印度安尼吼。系啊系啊，就安尼，你买标标安尼标落去啊，安尼印贴啊，印贴啊，印。就是一层一层这样一直放。系啊。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。啊，染啊，嘿，一层一层啊。盐巴也是一层。盐巴一层，菜一层，盐巴一层，菜一层。系啊系啊，就是这样。哦、你看你都轻轻熟的呀。嗯，这已经熟了。加差不多三日，然后再翻干。所以要换个桶子，重新排过，然后炸过安尼。啊，就说这样会较熟嘿哦。它酥又它香，就香更熟更香更暖。回到家中，母亲和四阿姨。着手准备午餐，三层肉，煮客家粥、客家小炒，煮肉汤啦，三层肉汤，哎，你也创安尼啦，哎，咸菜煮肉汤。哎呦，当澎湃哦，当好食。过节才有杀鸡杀鸭。嗯，对啊。那为了让它储存更久，就用这种方式，用这种方式来这样，这是真正客家一种文化。经过母亲的介绍，我们来到杨妈妈的客家点心店。糯米做的米糕吼，哎、欸，你的底部就跟葡萄干嘞嘛，哎，葡萄干嘛，还有芝麻，芝麻吼，葡萄干跟白芝麻，哎、欸，安尼点缀很香哦、喔。看你会做吗？哎、欸，色香味俱全，冲冇？要听人做每家的，做每家嘿哦，哦、欸，就是回娘家的一个点心是吗？欸一泡一泡的标。你啊，那么九层半，啊，咁就按多层进去啊，底部都一层，哦，切开来，切开来就有青多层就九层，就是切开这个九层糕，切开来是一层一层，一共有九层，就吹薄嘛，吼，哎，吹薄，哎，吹薄然后个捏板，捏板超啊贵。尽管现今多数的客家人已不再居住传统的客家庄，然而走进三轩，依旧能看见传统客家建筑之美。这是房子以前是茅草屋，你看那边都是茅草的。
司仪仗是瑞穗乡公所的技师，他的工作为当地带来明亮。请问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？哦，这个行业哦，对，民国70年一直服务到今天，应该有36、37年吧。对，一开始为什么会进到乡公所？就是因缘巧合吧。为乡服务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在施工前有什么安全措施呢？就是安全堆要摆好来。这个就是故障的灯，要把它处理好来。这个就是30多年来的功力，才有办法。这样它就亮了。客家不是个地方，客家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生活，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，他们的付出成就今天的客家。